为了影相打卡，你可以去到几准。每逢假日有不少人来到哥连神阁的两座探射灯，当年兴建这座军事设施是用来照亮黑角头一带的海面，阻吓日军船舰，防止抢滩。现在探射灯已经不见了，剩下残破不堪的塔台座屹立在崖边。前往探射灯的路沿途不时见到有警告字句，包括话未经许可是不可以进入，不过游人并没有理会，更加带同小朋友一起爬入栏杆入面。部分前往探射灯的路段十分艰险，需要由绳而下。去到探射灯台，有人不停影相，有人更加摆出不同的高难度动作，有些人更加跳起，务求影低腾空的一刻。都见到有人同小朋友一起爬到结构不稳的灯台顶部拍照。其实灯台已经日久失修，多处出现了裂痕，而且有部分石屎摸落了之后露出了钢筋。游人依然没有理会，走入塔入面，在窗台前面和无敌大海景合照。研究军事建筑多年的黎伟聪说，哥连神阁的两座探射灯台估计有七十几年的历史，他呼吁游人爱惜文物。市民都要站啦，对个啲诶文物，首先你唔好破坏先啦，佢已经烂紧噶啦，咁唔好加剧佢破坏啦。第二就系唔可以上面咧做啲危险嘅动作。他仲话政府应该对呢啲军事建筑加以重视保育，例如在地图上面标出相关的资讯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